有出一个助理，我邀请大家起立，咱即摆要用歌声甲跳舞来学咱今天的舞蹈。
没有失去过最爱或最在乎的亲人的经验。我今年19岁，在我死之尊重你的时候，我最亲爱的爸爸离开了我。大家都说爸爸是一个家的支柱，虽然我们失去了生活上的依靠，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，天父他会伸出他的双手陪伴着我们，让我们并不孤单，他也会给我们一个永恒充满爱的家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《回家》。